咁計上一次咧，無眼估可樂之後咧，我見到下面有人留言啦，有一個叫做檸檬茶啦，又叫揾 Jack Hill 應該冇人比我勁啩？呢、這個我覺得。要陽光呢個係咩嚟嘅？唔會係 stand up 嗰啲啦。我有啊，雀巢啊嘛，唔快。好廣告啫，好彩呢個。追人喂，追人喂，屌你啊！相信八十后同九十后嘅男仔嘅你咧，都一定玩过手塔游戏噶啦。时代唔同，就连手塔 game 咧都与时并进啊！我而家玩紧一款叫做 Watch World 嘅手塔 game 啦，佢同我哋认知嘅手塔游戏都一样，都冇乜点变嘅。不过佢多咗我哋以前冇谂过嘅模式，就系 PVP 玩家对战模式啦。咁我而家即刻示范俾大家睇下先。好啦，咁游戏开始之前咧，咁我哋首先要拣咗五张纸牌啦，每张纸牌咧都有唔同属性嘅，咁可以运用佢哋唔同属性咧，再配合咧，咁就会变得好强大噶啦，亦都好容易赢到对手啊！咁呢只 game 咧，除咗系手塔游戏之后咧，咁佢哋都系用纸牌啦，同埋英雄咧系保护你嘅塔咧，就可以免受敌人攻击噶啦。不停收集新嘅英雄啦，然之后升级你嘅英雄啦，你嘅英雄咧要去配合你嘅卡牌噶，咁就可以订制一套咧属于你嘅战术噶啦吓。咁每只英雄咧都会有唔同能力嘅，咁好似呢只元素师咁啦，佢带有咧一个范围技能啦，仲有破防嘅功能添。咁升级到咧某特定嘅级数咧，就会解锁一啲新嘅技能啦。好啦，讲咗咁耐咧，即刻进入 PVP 模式啊，玩俾大家睇先。咁 PVP 模式咧就系用你最熟练高嘅卡牌咧同人 PK 啦。咁如果有三只怪物突破了自己的城堡或者对手是失手的话就会赢的了。如果大家都未在指定时间完成就会有一个加时的模式，就会出一只特定的 boss 怪物突破各方的防线。好了，除了 PVP 模式之外，它有一个叫合作模式，你可以立刻邀请你的朋友一起去合作守塔，或者你的盟友一起去守塔，立刻放怪先。好了，大家合拼的时候它有机会会变成第二只东西的。是了，现在变成我验尸了。 OK， 出来了，我的工程师再合拼，但如果合拼的时候，它有机会奖励你的药水的。大家有没有看到刚刚加了100个药水？还有呢，合拼的时候一定要同 level 才能合拼的。大家有没有看到我右下角的英雄？现在草满气的时候，我的英雄能力就可以挡住怪的，不过现在没什么需要，似乎是它有需要挡住怪先。有机会赢，赢了 OK。 看看我的卡片这样配合，胜利是很简单的。好啦，大家即刻去我荧幕咧扫 QR code 啦，又或者去我资讯栏条 link download 咧，输入我促销码咧，咁就即刻可以有独家嘅奖励啊！咁独家奖励有咩咧？咁佢就会有黄金啦、一组卡片啦、魔法之尘大师宝箱交换传奇卡片嘅。好啦，咁听到呢度咧，快啲 download 同埋输入我嗰个促销码啦，因为咧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啊！大家 download 咗之后咧，一齐同我守护属于你嘅城堡啦！咁我哋而家呢条片正式开始。好啦，我知道大家咧平时有睇我条片啦，但系就冇 subscribe 我啊，同埋俾个 like 我啊。咁依家咧俾少少时间大家 subscribe 我，同埋 like 咗先嘅。OK， hello 大家好，我系 Ian Sir 啊，欢迎大家收睇500蚊挑战。咁计上一次咧无眼估可乐之后咧，我见到下面有人留言啦 ，DM 我就玩一个叫做柠檬茶啦，同埋一定要叫我揾 Jack 好嘅。好啦，今日就准备咗有五款柠檬茶，点解五款咁多呢？因为琴日我同 Alison 两个人嘅时候咧，就试咗四款啦，咁一人出一次啦，咁两个都估中晒，所以我哋为咗增加難度咧，就用到五款，係咪 ，Alison？ 係啊 ，OK。好啦，我哋而家就準備咗五款啦，咁分別係有維他、雀巢啦、陽光、Lipton 同埋統一嘅。咁我覺得依五款應該都係都市人平時都會飲嘅檸檬茶啦。維他同陽光其實係我哋港澳地區嚟講，應該飲得最多同埋最密嘅啦，同埋呢兩個味都係最容易分得出呢兩個牌子啦。好啦，咁今日我即刻去揾下公司有邊個同事喺度，揾佢挑戰一下先。Let's go！ 100蚊挑戰開始啦！你唔使惊啊，跟住我得噶啦。屌，咪整蛊嚟噶，嚟整蛊。哇，屌，我惊，一唔想呢啲头先发生咩事。哇，平时攞 BI 出嚟拍嗰啲嚟度。OK， 你而家可以擘大眼啦。OK。OK， 呢度有五隻檸檬茶，都市人咧正常都中意飲開檸檬茶，係你咧分分到邊款大邊款大邊款啊，只係得1分30秒嘅時間嘅啫。嚇真㗎？係啊，講真，平時飲得最多咧係陽光 ，OK， 真係，但我其他啲唔飲嘅喎。陽光啲 sponsor 係陽光一路都唔 sponsor， 係咯，一人接住一盒咯。OK， 嚟到啊，你得未先？得啊 ，OK 啦，一二三開始。嗯？哇，咁辣嘅？唔使飲咗，即系你唔使咩先啊 ？OK， 要陽光呢個係，哇，剩翻嗰啲好辣分喎！哇，呢只最淡喎，最淡，呢喂呢只仲淡喎，一隻好澀嘅咧，邊只係好澀啊？係咯，邊只澀得起啊？我一隻澀嘅點解？小心先。
條脷壞咗。係咪佢啫？維他係得翻十五秒咋？你而家撞都要差唔多真係撞出嚟。哇！呢個水嚟嘅喎，感覺似同一。認真，雀巢係有種冰極㗎。時間到飲咯。OK， 咁你係決定喺呢個咯？都冇得唔係啦。一二三，陽光啱咗。維他啊，仲有巢都啱咗，唯一依個同依個撈亂咗。啊，呢兩個調轉咗，因為呢個好淡啊，我就諗緊統一係冰紅茶。我知啊，我有啊，有冰紅茶。哦，冰紅茶。如果呢度咧，我係應該冇飲過立頓。立頓因為就係佢比較淡個。我就係分唔到呢只咯，但係呢三隻其實好易分㗎，呢三隻。係啊，呢三隻好易分。因為佢咧有種冰極感喺度㗎。就係雀巢嗰種咯。屌我飲曬其他嗰啲，呢只劫好難試得出㗎。係啊，我仲啱啱睇一睇你邊只劫得起咧。但係呢個唔好輸㗎，呢個真係唔好輸，真係好飲。呢個真係真叫做一下估咧，仲要佢由左邊試過嚟右邊喎。我係先聞到陽光先嘅諗住，但我一試我就知係陽光，因為陽光我中意佢種甜味係。會 fresh 我覺得。係啊，屌咁啊唔得喎，完輸咯。係啊，輸咗啦。啊，爭兩啊！多謝你，飲可以試曬五款嘅。可以啊 ，OK， 杯我就飲咗啦，可以啊，可以，你攞杯，誒攞杯啊，你梗係揀陽光啦，係啊，係啊 ，OK， 杯檸檬茶竟然輸咗，應該冇人比我勁啩，呢個我覺得。阿文，你應該經常都飲緊檸檬茶啦，係，我哋開始到一二三開始，唔係飲得快啊，慢慢品嚐先。No， 你飲空泡啊嘛 ，OK， 係咪啊 ？OK， 先大廚試味喎，依家係。應該維他，應該係。依個係咩啊？雀巢。你仲有四廿秒唔使咁急，唔使咁急噶。點正啦，嘉文。嗱，得翻六五。似唔係陽光，但係。OK， 有冇轉換？嗱，呢個好甜嘅，所以我覺得係統一。呢個有檸檬味嘅。咩叫檸檬味咧？檸檬茶包嗰啲味咯。哦，你有啊？你有乜檸檬茶包？誒，雀巢呢個有少少嗰只冰極。誒，就雀巢唯一獨有嘅嗰種感覺。似係啦，但我覺得呢只唔似陽光㗎，反而係。你好似好有機會喎。呢個唔似陽光㗎，但係維他陣味就都似㗎。冇啦，最後答案啦，我覺得我贏唔到嘅，但係我覺得係咁樣咯。係咩？咁換個話俾你聽，你贏到咧？唔係嘅。维他雀巢阳光猎品同一只，好开心啊！呢一次赢呢个好开心喎，我有自豪感啊！哎哟，你系咪可以唔使收我钱啊？你唔系啦，你获得自豪感啊！头先有冇人成功啊？頭先邊個啊？即係佢老啫。佢都唔成功啊！唔成功啊！檸檬茶之王咧。哇！誇佢誇佢。耶！五百蚊。O K。哇！好耐冇上過嚟，攞五百蚊啦。真係五百蚊破界之王，我屌。Thank you，Thank you。O K O K。天上五百蚊挑戰嚟講咧，今次我係贏得好有成功感嘅。即係好難嘅都係。都難，其實都少少難，但係我覺得贏完之後會個成功感好大嘅。O K 好恐怖嘅。O K。毫無整固嘅。大文頂得出就嚟講嘢。乜鬼嘢啊？加上嗰啲懷疑都正確嘅。好，然後個人咁樣。系啦 ，OK， 咁你就坐喺度。冇人走我。OK， 竟然遮住啲嘢都難啊！有冇飲過檸檬茶？通常茶餐廳都飲開啦，應該。有嘅，有。但係有冇試過飲開支裝、罐裝啊嗰啲盒裝檸檬茶？都唔多咯。同埋我知啊，發哥成日中飲茶嘅啫，同埋水。係啊，坐落咯，係咪？咁我哋得分半鐘嘅時間嘅啫。分半鐘啊？係啊。有條咩嚟嘅？唔會係 stand up 嗰啲啦。唔係嘅，唔知篤咗啲咩。有粒潺潺地嘅，點解？最多都係無色無味嘅俾你嘆嘅啫，唔會有味嘅。維他，你得翻一分鐘咋？呢只唔知乜鳩，你有冇飲過？啱唔啱先？睇下先。哦，呢只都唔知乜鳩，你飲過？所以睇得出發哥係平時幾健康嘅，嗰個飲食方面。似陽光啊？似陽光啊？我呢完全未飲過。哇！呢只立頓，立頓，我又分下雀巢先。有冇飲過冰極雀巢嗰只啊？有飲過，死啦！同一同立頓喎，好似可以轉，但係唔好再飲啦。同你記憶就咁啦，就咁啦。係呢只冇乜飲過，飲開同一周圍成日之前飲過係比較甜，咁多隻係嘛？你唔係啊，比較甜。OK， 飛魚八哥，飛魚，哇，咁啊輸咗啊！得個大輪成功暫時，你會攞杯嘢飲走啊？可以贏一杯，可以贏一杯嘢飲。開行快啲，唔使驚唔使驚，呢個好闊好闊，因為我費事拖你咁耐，要向後行兩步。你嘅左手邊，你會只腳揩揩有張凳嘅，係啦，跟住你去摸下佢，感受下佢先。誒，冇事啊，都係咁靚啊，眼妝。OK， 天啊，有冇飲開檸檬茶平時？
冇。你有冇問過 Jackie 老王？ Jackie 老得啦，唯一嘅勝利 Jackie 喺你面前咯。佢不知想睇下有邊個成功啊？我有成功感嘅，點解贏咗之後？但我冇飲過喎，呢啲都。一飲有檸檬茶咩？一飲咩？一下喺度，等陣你睇下條片就知道啦。我睇唔到嘅嘢。你得翻半鐘嘅時間啫，你準備好未啊？好驚！嗱，處理好嘈啲嘛？一二三，唔使唔緊張啊，唔使準備好姿勢，其實慢慢嚟得，超啲得噶啦。嚟一二三 ，OK。好似平時飲檸檬茶咁。No。慢慢感受。好廣告啫，好彩呢個。哇！呢個應該係咩水啊？等先啊！你邊個？買呢個先啊！我嘅支全部唔一樣咯。哇！你確定啦嘛？等先，仲有時間，仲有時間，仲有10秒，你可以再飲下先。時間一到就唔好再飲啦。但係要憑翻你嘅記憶諗翻出嚟邊只大邊只啦。OK。OK。犀利喎。OK 喎。假。我真係犀利。真係犀利喎。邊點解你真係犀利啊？我中學生。你真係全部中學生，睇你有冇機會二下位咁樣咁啱又真係有個九屎運二下位啊！我冇飲過。你憑翻記憶。如果真係完冇錯，兩套咯。O K 啊，冇啊，海數嘅就依家。雀巢有檸檬茶。我雀巢冰滴一隻叫咩得？冰滴檸檬茶咧。哦，咁可能係依個喎。O K， 最後答案。等先啊。五、四、三、二、一，啱曬。喂，大明，你咪提水噶。點解咧？我要解釋點解揀呢啲咯。你有出千？唔係啊，因為我飲得出咧，通常維他同陽光個檸檬咧係最貴。我唔講，你係五個錯曬喎，依家有五個啱曬喎。呢兩個同埋呢三個咁樣呢堆咯。我直曬汗喎。我中間有錯曬噶嘛？你半價嚟咯。哇！哇！好熱啊！唔係冬天嚟嘅咩噶？勁啊！我無言以對，講唔到啦，我真係講唔到啦。你咪玩我啊，一齊。唔係啊。你當我小丑咁玩，我分半鐘。等轉俾你，轉俾你。哇。OK OK。哇。好人啊，大家俾個 like 佢。邊只位？你仲喺公司又唔使驚啊？唔係，但係都就唔使驚，好啦好啦好啦，起。屌你！我慢慢摸落嚟坐先。嗰邊。你飲酒嘛？哇，冇人。你好威我哋好似。Hugo， 第一次上百蚊先正啊 ！Hello， 你好，你好，我係 Hugo。有冇飲開檸檬茶？我飲開我 friend 開嗰間咯。你邊間 ？T% 咯。OK，T% 啊，大家可以試下。OK， 咁我哋嚟嘅咯喎，就係古檸檬茶，有五款喺度。係邊只檸檬茶？係檸檬茶啊。哦，你吉得多啦嘛？我未吉嗰啲咁有咁細嘅窿嗰啲喎。準備好就開始，一二三開始。No。落邊落邊？冇冇飲啊？雀巢啊嘛，咁快。哇！呢個好飲啊，呢個。等等，你玩完攞去飲啊！咁淡嘅呢個，呢個咁淡，你覺得係咩啊？飲咗檸檬茶啦，係嘛？可以再飲噶，唔係淨飲一次啊！冇時間啦，陽光嗰個好撚甜。嚇！咁勁？少飲啊！呢個唔知咩味。唔緊啦，呢個求其啦，呢個分兩個。OK， 啱啱好啊，講得似你。悶唔悶？不過唔好飲啫。唔悶啦。唔悶係嘛？嚟啊！係咪都冇噶啦？嚟咯喎！一、二、三，雀巢啱咗，呢個係統一。哦，呢個認錯咗。獵豚、維他同楊哥，都係錯統一同獵豚喎，因為雀巢你飲落係有少冰激嗰只係嘛？係啊，咁啊冇藥啦，冇藥啦，個500蚊飛走咗咯。Thank you 你啊！係。蝕咗500蚊，再搭巴士翻嚟。又係戴住眼罩，次次戴親眼罩冇事啊！又是呢個位置，好撚驚啊！喂，喂，喂，屌你啊！加埋，依家屌你啊！有戴埋喺度就未必一定係整蠱節目嚟嘅。有戴埋喺度仲唔係整蠱節目？唔會啊！倒撚味啊！屌你啊！喺 OK， 阿成你平時飲唔飲開檸檬茶？間唔中啦，都係飲開盒裝啊定茶餐廳啊？盒裝。呢度五款有冇飲開邊只？陽光維他都有，估曬佢哋啊！係啊，我哋個大麥堅拿得咗。
有三個我係 OK 嘅，一定估到嘅，一定估到。嗯，其你飲嘢啦，當其他人飲過係咪啊？唔會加嘢嘅，你啲口水味啊！唔會加嘢嘅，你 Alice 喺度啊 ，Alice 喺度啊，佢幫手整到佢嘅，最多加 step 啫嘛。冇理啊！一、二、三，開始。嗯？喂，插都難插，急都用咗三秒。我估係佢。OK。啊，係佢。你錯曬，哎啱咗一個，啱咗啲盾，其他錯曬。What？ 維他夾啲嘅喎。你啱啱講正錯咗啦，唉錯咗啦，錯咗啊啊係啊係係係係係，我搞錯咗。我飲呢個嗰陣時，我諗到嘅就係支裝嘅嗰種，因為佢夾啲啊。係啊，我就記得呢陣味啊，我好肯定。急咗，好肯定，但係我記錯咗啊。唉，有邊款啱飲落去飲啊？邊個 sponsor 啊？冇 sponsor， 冇廣告員，因為你冇500蚊我就。就上呢一支啊，系呢支 ，OK， 系阿成中意，维他 ，OK， 多谢晒你阿成 ，OK， 多谢，笑得开心到啊，Yes。好啦，今集500蚊挑战咧就嚟到呢度啦，好多谢晒呢两位咁劲嘅嘉宾啊，尤其是咁有戏剧性嘅天男，本身五个都全错，如果唔睇全错咧，佢可能都唔会改咯，我觉得。不过唔紧要啦，不过我觉得真系好有戏剧性，好犀利啊！咁多谢两位成功挑战咗500蚊挑战啊！好，咁大家如果有啲咩挑战想我拍嘅话，欢迎大家去 IG DM 我啊，跟住我睇下个挑战咧，视乎情况同埋可唔可以我拍俾大家睇嘅。中意条片 like、subscribe 加 share 啊！好，我哋下次再见，拜拜。